然而这三次婚约，每一次都不真正属于我。我的余生还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约吗？大婚之日去读，别具一格啊！我今日大婚，公子不请自来，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这婚本身就是假的，是想给这个小少爷看病方便，对不对？还真是个多事的人。今日前来确实有些唐突，因为看到姑娘大婚，想起了九龄。九龄大婚的时候，我不在京城，所以姑娘今日大婚，朱赞前来贺喜了。